第二十二题，请判断氢离子加氢氧根产生水是下列哪一种反应式？这是我们请同学背过的酸碱中和的通式。氢离子加氢氧根产生水是酸碱中和的通式，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这是哪一种反应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酸碱中和。